各位观众好，欢迎收看东海新闻台，我是主播陈怀祖。垦丁国家森林公园位于946屏东县恒春镇公园路201号，镇今日平均温度白天24到27°C，体感温度23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林怡璇。今日平均温度是20°，体感温度是19°，湿度是15°。要去的话，记得戴帽子、外套，避免感冒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温泽伟。接着我要来报道一周的天气状况。在一周的天气中，温度方面，高温来到20°，低温来到13°。提供各位在出门前做参考。我是主播廖晨恩，在这周的降雨几率方面，最高是30%，最低是0%，而最大阵风为6级，所以出门请记得带外套。我是主播李又静，从观测资料来看，紫外线状况最高7级，最小1级，提醒大家出门要记得防晒，以免晒伤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小叮咛，我是主播黄义翔。屏东天气7日受东北季风影响，早晚温差会非常的大。屏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，气温20到29°。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有8至10级的台风，临近海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。如果还要去其他海边的游客，请非常的注意。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。